高雄市区车位一位难求，不过有民众刚好看到路旁有车位，想要停的时候，却发现有一名女子人肉占位。反应之后，对方却回说刚刚就在停了，痛批怎么可以这么理直气壮。不过画面曝光之后，网友看法两极，原来当时前方的确有部车辆要倒车入库，女子才会站在后方指挥。路旁发现车格要停，却发现上头站了一名女子。人肉占位岂不是违规？大声提醒对方，却反击。不能人肉占位置啊！同一时间，一部红车缓缓倒车进来，究竟该谁停？民众po文谴责人肉占位还如此理直气壮，却引发看法两极。因为有眼尖网友发现红车早就在场，似乎要倒车入库被车流挡住，被指人肉占位的女子应该是在帮忙指挥。她在那边了，然后人肉在这里了，那我会让啊。如果说她车子在很远的地方啊，我就觉得我不会让。她已经在倒车了，我没有到那边，可能后面来的她就直接进去。地算闹区停车位难求，前车一走，立刻有车来停，车位争夺战，警方当公道伯。经检视影片内容，前方小客车已显示倒车灯，欲倒车进入停车格，并由后方亲友协助指引。并非俗称车辆未到有人肉占车位之情事。警方检视影片，认定女子是在协助引导亲友停车，不算违规，但也提醒，要是车不在，人先占位，可就不行。记者邓明，高雄报道。